笑了，是微笑了，但是想不到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艰难之处，所以我就想说今天如果是我领奖的话，不只是我一个人，是我们全部在背后推着我们，让我们一起笑的人可以去的这个走到这个文学奖的地方。就是觉得台湾文学奖应该是一个就是让没有办法发出声音的人发出声音的一个文学，那我觉得我要把这样的声音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出来。恭喜同学被入围。